哇哦，加九五官这么好点吗？只要你有钱，真的是都弄得出来。收藏 90% 不是梦啊，各位。哇，加八乌勒库斯，加九五官长靴，哇，加八波洛斯链甲，这种超扯的装备，过世装哎，加五蜥蜴王，哇，这个是同一个人卖的吧？加九斗士踢，加九贤者踢，哦，太细卖的。幻灭送好几只金片给盟友，他真的是发疯，真的假的？有没有缺盟友啊？我叫米粒去入盟，白董那边还有位置吗？送米粒一只金片来打我，来过去帮你。这样米粒就完成他的愿望了，跟罗迪一起并肩作战。我都知道小许挂哪边，我可以扫到他不敢玩天哪。我发现这个伺服器很奇怪，超级多祝福收藏哦，而且。这是在伊娃07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哦。你想要什么东西，这边都买得到。我怀疑全世界的商人都聚集在阿顿05。你看，全部都有哎，什么鬼东西啊？是因为星星跟白鬼在这里吗？什么都买得到哎，只要你有钻石，没有不可能。感觉是工作室哎，因为那些很多祝福收藏都是那种工作室挂的地图才会掉的木桩。哇，这个物防衣。24000，这个西马斗篷是真的很稀有啊！那怎么有三件？一个很稀有的东西，在这个服居然有三件。这个好像挺便宜的，在伊瓦好像都要两三万。来呀，好了，8822，有没有怀疑过这些收藏可能是 NC 放的？应该不太可能吧？我是觉得。应该是商人来这边卖啊！哇操，整套都有哎 ，OMG， 这便宜点好不好？这么多双，这一定都是商人，一定是同一个人卖的。你看，58599860086128622，法袍8200，这边有5000的，拉5000的下来点，其他2000-3000的就拉一拉，给他赚，给他赚。给他赚，给他赚。这个我就真的买不下去了，真的好贵哦。加九绿色的卖到12000-13000-19000，哇，这个是怎样啊？这人想钱想疯了吧？这个嘉玲的9988，我有看错吗？血量加10的收藏，你这样子。你这样卖，你还有良心吗？一堆商人在这边削这些大客长的钱。靠腰！我的钻好像喷了快100000了，光拉这些收藏，腰虚。这个 PVE 不急，这个 PVE 也不急，这个加血的不急，晋商差一个这个不急，这个加体质的不急。力量加一 ，PVP 进伤一，加8的，哇，这个要过2，我觉得这个也不急啊，这个我就有点想拉了，但是这祝福西马斗篷一看就是商人版的，三个，这个卡斯特网我在伊娃看到一件5000多，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拉，因为我那时候拉了这个还差一个斗篷，结果现在来这边更贵，目前比较想的应该就是这一个。哇，还有加10的啊！这把以前的 PC 版是神兵哎，加10大马哎，17万剩6万，就往好的方面想。我如果拿去上头抽那些什么最上级抽啊，也是一下就花完了，至少花在这边是一定提升，保底提升嘛。干，这边真的什么都有哎，好扯哦！哇，连这种鬼东西都有啊！哇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加8祝福力量长靴。这点出来的是鬼吧？224000，好扯哦！3+1，加5，加7的5000多，加9的35000，哇，一点伤害要10万赚，这是人在玩的吗？官方放的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官方会做这么垃圾的事情吗？哇操，全部都有哎！基本上这些东西在伊娃是没半样的，没有一样有。
就算偶尔出现一个不要太夸张的价钱，直接被秒啦。我觉得我留点赚吧，剩下的交给白董。这交易所太夸张了。其实今天已经提升很多了、啊，房已经多了好几点了。哇，加八力靴，加九五官，加八敏靴也有。哇哦，加九五官这么好点吗？只要你有钱，真的是都弄得出来。收藏90%不是梦啊，各位。哇，加八乌勒库斯，加九五官长靴，哇，加八波洛斯链甲，这种超扯的装备，过世装哎、欸，加五蜥蜴王，加八力套，哇，这个是同一个人卖的吧？加九斗士踢，加九贤者踢，哦，是卖的。现在76%，我觉得今天提升已经很多了，已经提升很多了，先休息了。哦，这么晕哦？欸、不是吧？这谁啊？这么晕？哇！记起来了，好多只。晕不到他，刚那只是碰碰型王族转的，那一只王族机体有这么猛，命运这么高、哦，他有开台，真假？王子贴给我一下。哦，这只哦，这是我红人。最好是这么晒啦，这么会晕。还不是要被三大王打死？对啊，他刚刚连四晕呢，我完全没办法动哎。你看，像这一次他就晕不太到我了。来来来，我播他画面给你们看。他机体长这样哎，379360哎，那我是多少？我407，我房比较多哎，多蛮多的哎。为什么379房可以这么猛？那只是哪个数值特别多吗？我再去跟他打一次。我这次穿防装跟他打，这么晕哦！干还有怪来打我、欸？Double kill， 他是拿什么武器啊？他拿军团，我来 ghost 一下。反正他们都喜欢 ghost 我。找到你喽，小姐姐。你被打、啊？没有，我被怪打。哎、欸，他这次血剩多少？哦，这一次就有差喽，这次就有差喽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水魔眼触发，他这是直接暴血，减免扣30。这两次打起来，他就真的比较痛。那个暴血，有看到吗？这个就是半年的水魔眼的价值啊。他吗？骑士单挑也有运气，对啊，纸板的发动率跟晕的命中率。有时候你机体可能不一定比对方强，但你也有可能打赢对方。我这次也有打赢星月过啊，我跟他打，他赢比较多，我也可以打赢他，就是有几率赢的。就如果他这一场刚好把纸板都没发动，或者是大家都没晕到，或者我也没触发到，就有可能会反败。这因为太多东西都是看几率的，反平40%嘛，然后晕也是看几率的啊，魔眼触发也是几率。回福内码头，回福内码头要测试是不是？跟农药打是吗？他军团大剑想要虐我，来给祝福军团砍看看 ，A 看看，欸、可以 po 一下那个 po 一下你的祝福军团，我想看一下。
没看过这么屌的武器，让观众见识一下。加七受祝福的军团大剑 ，OMG， 太牛逼了吧！那你这把武器吊打我超多哇！